呢个系阿 Tom， 佢洗紧面，同时佢回忆紧2013年1月6日嘅一次经历。嗰一日，阿 Tom 如常约咗女朋友进行拍拖中最沉闷嘅活动——行街。佢对于呢啲例行公事已经习以为常，但系当日有啲唔同。喺行街嘅途中，女朋友 Alice 突然间作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，他将手上的蛇皮手袋递向阿 Tom， 望住挂在手袋上面的毛公仔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只东西可以跟蛇皮手袋摆在一起，正如他不明白一个男人一个包包到底可以进行怎样的互动。阿 Tom再睇一睇女朋友嘅眼神，佢突然间明白咗，只系佢估唔到呢样嘢会发生喺自己嘅身上。呢一刻，阿 Tom 嘅时间停顿咗，佢见到嘅系两条死路，唔攞佢计算唔到女朋友嘅反应会有几咁激烈，攞就要承受沿途路人嘅鄙视目光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女朋友要践踏这一条男人的底线，他不清楚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和男性尊严应该怎样去分轻重。你不需要问我阿 Tom 到底作出一个什么选择，重要的是你会怎么选择。